大家好，我是小倩。今天拜访凯文·范卡斯托，他住在安特卫普省，这个子获得了2021年查特鲁全国赛整个组24628余的第八位，距离是541公里，分速是1223。啊 ，Las Flins。他的吊环号是2019年601942，这是一回次地形中等荒原的刺客。父亲那边主要血统是法兰斯范贝伦敦克，母亲那边主要血统是范卡斯托的老苏图血统。恭喜范卡斯托，哥是非常棒的成绩，谢谢，拜拜。